他们，你们给我点个关注，今天我给你们来个100单的体验价，好不好？你们给我点关注的话，今天我给你们秒68，我再给大家降10米，一个新人体验价58米，我给大家安排个100单啊！体验价我们只能秒100单，咱们想要的自己凭手速去拍啊！来，我们先上个100单吧。好的。今天不管，今天好多好多新朋友，我们上个100单。来，体验价上好了，1号这期拍只有100单啊，拼手速。上来上来，自己去拍啊！买一斤在3根左右，3根左右，真的好吃这个香肠，保质保量的香肠啊！上车了，小黄车的1号链接。只有50单了，已经抢完了。只有50，再有50单了。哦，只有50单了。买一斤在3根左右，家们，有没有朋友吃过家香肠的？这个口味的香肠的话，我们在抖音卖了4年了，家们啊。虽然就是说有时候来不及干，有时候会断货，但是我们一直都在新。这个口味的话卖了4年了啊。有朋友吃过我们家香肠的，长期买我家香肠的，觉得好吃的，咱们帮忙反馈一下好不好？觉得好吃的帮打一个香肠好吃，好吧？一斤在3根左右。一斤在3根左右，就这样子长根的啊，只有这个口味，没有别的口味。只有最后7单啊，体验价只有最后7单。只有7单了是吧？只有7单了啊，秒完不秒了，家们，体验价秒完不秒了，家们啊，因为这个肉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买一斤就这样子3根左右，看没有？1、2、3，3根左右，给你们打真空包装啊。上次买的好吃可以备年货了，趁着现在还能发货的可以备年货来了啊。你经常你吃过，经常吃，很好吃是不是？真的好吃，我给你们炒个香肠，没关系，你们。喜欢的能拍到可以拍一单啊，不喜欢不要拍，没关系的，家们啊，尝一下口味，你们需要我们家有，给你们分享，你们觉得是你们想要的，你们可以买一单尝一下，反正一句话，品质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，买到家都是这样子的品质，如果说买到家不是这样子的品质，买到家没有这么好的，买到家里面有淀粉的，直接申请退款，7天内直接申请退款或者是退货都可以啊。来，我看，我给你们看这个锅里面我煮了一根，家们煮了一根啊，香肠是生的，慢火烟熏的香肠是生的，你们买到家根据你们喜欢的口味来做，这个土猪辣香肠你们买到家，你们洗干净直接煮，好香的，直接煮熟就吃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怎么炒，可以炒可以煮可以蒸。没抢到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拍完了，拍完体验价没有了，拍完体验价了，拍完体验价了，没有了，家们啊，拍了加急好吃一回购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体验价了，没有体验价了，没有体验价，只有78了啊！今天下来这一块蛮多的，但是我们体验价上完了。来，我给你们这根煮熟了，这个我煮了15分钟，这个熟了，拍了好吃再来买啊！好，这个煮熟了，我切开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煮熟的香肠是什么样子的，家们，肉要么就不买，买就要买好的啊。我们要么就不卖，卖的话都是卖大上里面的土猪。我想切一根出来，哇塞，你看这个香肠，它是肉片不是肉末，家们啊，都是肉片，看没有，煮熟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吃了就可以了啊。嗯，还有没有没拍到呀？哎，今天还有一万个朋友，哎，有多少朋友刚刚手速慢没有拍到的，家们体验价刚抢完了，没有拍到体验价的朋友，来，咱们公屏上扣波一，公屏上扣波一，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没有拍到，家们啊，哎呦，再加一点，真的好吃，这个香肠保质保量真的好吃啊。来，腊肉的话，腊肉你们要的话，腊肉我晚点给你们安排好不好，晚点给你们安排啊。香肠没有抢到的，来，还想要的话你们扣波一好不好，我看一下体验价还能不能再上一点，家们啊，今天没有准备这么多体验价，家们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，家们，没有拍到我们家这个手工香肠的啊，我们把关注点一点好不好，你们买我家产品我不怕你们来找我，我就怕你们不来找我，你们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好吃你再来找我，你不好吃，你不好吃你也来找我啊，都是这样子的香肠，我给你们推荐的话都是这款香肠啊，都是一样的，所见即所得，都是一样的，家们啊。来，这个香肠没有拍到的话，那我今天再上点算了哈，平常我都不在家了，今天太多新朋友了啊，我们再上点好不好，没有抢到的话还有8000个朋友，那这样子吧，家们，200多个人扣一，哎，太多了，上不了那么多，上了这么多太多人了，上不了这么多单了，家们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，我只能再上50单了，上不了这么多了，体验价的话我只能给你们再秒个50单了啊，你们自己凭手速去拍啊，上个50单吧，好，200多那上不了那么多，来，体验价算好了，最后50单啊，来，1号车去拍，来，沙心去拍，算好了，真的好吃，来，最后50单算好了，微麻微辣，一点点辣，一点点麻，微麻微辣啊，
来，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我上了，我上了50单，你们自己去拍啊，只有50单了。我们是湖南大沙里面的一款手工香肠，很好吃的，全部是纯肉灌的，没有放淀粉，没有放面粉，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，不放糖，没有甜味哦，原汁原味的一款微麻微辣的一款手工香肠啊，大家买一斤在3根左右，就这样子3根，1、2、3，3根左右啊。土猪肉灌出来的香肠，你们自己去跑去炒菜了。只有6单了，没有了。嗯，来体验价只有最后6单啊，来抓紧时间付款啊，没有付款的抓紧时间付款。6单了，没有甜味。最后6单啊，香肠没有甜味，只有6单了，不说了，我们炒菜，我们炒菜啊，是我们家自家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发货地址，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，家们不是今天第一天卖啊。如果说你们买到家不是这样子的，买到家不是从我们大沙里面发货的，7天内直接申请退款或者退货啊。蜂蜜今天没有，家们，蜂蜜今天没有哎。最近没有蜂蜜嘞，蜂蜜这两天不割蜜啊，没有蜂蜜啊。嗯，1斤有3根左右啊，我们炒菜，家们啊。拍不了就没有办法了，现在好多地方不能发货，好多地方不能发货，家们啊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，我们家品质你放心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带货口碑啊，你们放心的，这个香肠不是今天第一天卖啊，有些朋友不想拍的也没有关系的，家们啊，我们的产品不是强买强卖的，家们再说一下啊，有些朋友就喜欢带节奏，就是没有关系的，家们没有关系，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是你想要的话，你不要占库存啊，让别人想要的去拍就好了，好吧。理性消费，是你想要你再去拍啊，不是想要的话就不要拍，我们不能拍。对，上次有很多朋友买了好吃，他这次才拍的时候拍不了，因为现在有好多地方他戴口罩他发不了货，哎，都是有辣椒的，今天没有下坑，没有辣椒的哟，但是他不会喊辣，他是微麻微辣的，广东的朋友都吃得了哦。我们把这个切了，我们炒一根出来啊，等会我给你们讲解一下怎么去做，好不好，讲解一下怎么去做啊，腊肉要晚一点安排了，腊肉要晚一点安排，我切个一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香肠好不好，家们，就这样子香肠啊，就这样子香肠，看没有，就这样子的啊，对，疫情那个过了你再拍，好，对，口罩戴进去好都拍不了，真的没有办法啊，所以说的你们买的好吃要备年货，可以备年货了，真的啊，可以又没了，那就没有了，那就没有了，上完了，上完了，家们，今天上完了，平常我都不上这么多的，今天我上了好多了啊，因为今天有好多新朋友了，上完了好多了，不能再上了，不能再加单了，家们，来我给你们看一根，拿个盘子装起来，没货了，对，没有体验价了，拍完体验价了，今天你看一根香肠你切好有这样子一盘，买1斤在3根左右，1斤香肠可以炒3到4餐的啊，来自我们湖南大沙的手工香肠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真的香，家们，你们想一下你们买的20多块钱的是什么肉，对不对，因为辣香肠熏干它很掉秤的啊，纯肉灌的香肠要它要2斤的新鲜肉，灌成香肠它只有1斤左右，很掉秤的啊，这个是慢火烟熏的香肠，然后没有拍到的话这样子好不好，家们，哎呦没有了，上不了单了，家们，加不了单了，加不了单了，家们啊，没有拍到的话我们把库存清理一下吧，好，清理一下库存，14个人没有付款吗，14个紧张的，我们不这么那么多，15个，有15个人没有付款，有15个人没有付款，紧老是占库存，占库存没有付款，有15个人没有付款，等一下，有15个人没有付款，踢了啊，踢库存，踢库存，好，踢库存啊，踢库存，再上15单，再上15单，自己拼手速。来，一号车清理库存，最后15单啊！来，拼手速去拍。来，最后15单体验价。搞辣椒，炒辣椒。只有15单了啊！你们自己去拍，一句话，买到家没有这么好，不喜欢、不满意可以退啊。说多我也不会说，家们啊，我也不会说，用品质来说话啊，用品质来说话，用售后来说话啊。来，我炒个香肠，炒辣椒。这个香肠我煮熟了，但是我把它炒一下，这样子更加下饭哦。你们可以炒，可以不用炒，没关系啊，洗干净可以直接煮个15到20分钟就熟了，然后咱们就可以吃了啊，很香，因为土猪香肠的话它本来就是自带香味的，土猪肉它是自带香味的啊，炒的时候不需要放什么调料，哎，没有甜味，放心，香肠是没有甜味的啊，再上一点，已经上好了，
已经清理库存了，最后十都快拍完了，还在上架，只有三单了。嗯，来，只有三单停价价了，没有了。来，我们炒菜，来，我给他们讲解怎么去做。来，我们不要光顾卖，反正也没有几单了，回老师介绍，我们教大家怎么去炒。我教你们怎么去炒加麦案，没有盐味的那个姐姐，没有盐味的，这两天没有下坑盐味的啊，盐味做的比较少，因为他们喜欢吃麻辣的比较多，所以麻辣口味做的比较多啊。来，我现在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炒香肠的哟。首先咱们把锅洗干净啊，把锅洗干净我们去炒。你下单买了三斤，好的，我们明天发货啊。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发货，感谢支持和信任。刀今天有，我还没有安排到，刀要晚一点给你们安排。这两天是没有蜂蜜，没有蜂蜜，没有米粉啊，这两天。盐味还没有做好，还没有下炕。不支持配送的话，就是发不了货的地区耶，不能下单，就是那个地区我们这边发不过去呀。因为我们从乡里面发货，我们只发一个快递，也只能发一个快递，没有选择的啊。因为不是在大城市发货，这个快递发不了，还可以发那个快递。我们的货都是每天从大厦里面发过去的，所以我们只发一个快递，这样子方便一点，所以会导致有些地方很多地方都发收不到货的地方啊。嗯，你们也是湖南的是吧？那肯定都是发不了货的话，都是因为戴口罩的原因哦。我这边没有那个吗？我们这边没有戴口罩的呀，我们这边从来没有戴口罩的啊。在乡下，咱们在乡下的话，没有跟外面的人接触什么啊，没有什么戴口罩之说的啊。乡下是很安全的。来，现在我们现场炒一个辣香肠啊。我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南的，家们，湖南大山的啊。盐味肠要等多久还不知道，还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，还没干。能下单，我们一般就能发货啊。能下单，一般就能发货。婶子还没有安排啊。蜂蜜给要过几天，蜂蜜要过几天才有。来，这个辣香肠没有付款的朋友啊，我们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去付款，好不好？辣肠今天我们不能再秒了啊！没有付款的，来，我们抓紧时间去付款，一分钟之内我们香肠就过了啊！小黄车的一号连接啊。姜跟蒜，倒入姜蒜，然后我们倒入香肠，倒入姜跟蒜，把它炒香啊，把它炒香。付不了的话，就是发不了货地区，那就没有办法呀。现在我们上来小黄车的，你们要看别的产品的话，你们点入小黄车去看一下啊。小黄车没有上的产品，就是目前没有卖。小黄车有卖的都上在小黄车啊，喜欢的自己去拍，有些产品要晚点安排啊，还没有炒到的产品要晚点给你们安排。现在我们先炒个香肠，把香肠炒香，然后我们调料就不要放了，都说这个肉肠的话是土猪香肠啊，很香了，所以就不要放什么调料了，你可以放点酱油调一下颜色，这样子感觉更加有食欲啊。然后我们出锅前放点这个大蒜苗，不咸吗？香肠不咸，香肠你们买到家可以放在冰箱，可以放一年哦，保质期可以放一年哦。哇塞塞就好了。
锅啦，太香了，家们，一根有这么多，看没有？一根香肠炒一盘，买一斤在三根左右啊。哎呦，就这样子出锅啊，放冰箱冷藏就行了，放冷藏。这个炒了一根的量啊，锅铲多少钱？锅铲19.8，熟了吗？熟了。缩小点，熟了。香肠我是煮熟才炒的，你们可以不用煮熟炒也没有关系啊，挺好吃。你是第二次买的是吧？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也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今天过了啊。三根左右啊，食物要干嘛？一样的，放心，一样的啊。来炒下一个菜，好几天没有炒这个菜，家们炒个西红柿炒鸡蛋哟，好久没有炒了啊。这个菜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，西红柿鸡蛋，估计你们也喜欢吃啊。估计这个菜的话，你们也会经常炒这个菜。天要下雨了，不会下雨，今天不会下雨。买来加急好嘞，明天发货啊！感谢支持，没看过了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韭菜炒鸡蛋经典，那个昨天炒了嘛，换个口味了。你们经常说我不换口味，我也要换点口味了。只要有菜的情况下就多换点口味，没有菜有时候就没有办法，有菜换的时候也想换一下嘛。切一下啊，我厨艺老好了呀，感谢你的认可啊，你不嫌弃下次你来了我给你炒几道菜啊。我先炒菜，家们啊，我们先炒菜了啊，腊肉晚点安排吧，好不好？腊肉今天没下放多少，就不着急卖了，晚点再安排啊，晚点再给你们安排腊肉啊，我们先把菜做了，好吧？先炒菜，等会我炒好腊肉我就吃饭了。吃饭时间点是不等人的，货可以慢慢卖，吃饭是不等人的。把饭做了，什么时候卖都不晚。好产品不怕卖不出去。空气这么好，今天空气蛮好的哎。这段时间经常下雨，下雨过后的话，空气很好哦。三个西红柿，我们家有这个习惯，三个西红柿要配六个鸡蛋。一个西红柿配两个鸡蛋，有没有听到那个大公鸡啊？有好多大公鸡在叫哎！过年了，每家每户都养了好多的，养了一年的大公鸡都在叫，看没有？这就是年货啊！年货的话呢，每家每户都会有鸡呀、鱼加鸡呀、鸭呀、猪呀。现在今天是农历的。11月份了啊，冬夜了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马上就要宰年猪了，宰年猪过年了，家们。来，我们倒入鸡蛋啊，还有两个月啊，对啊，再过半个月的话就可以宰猪过年了呀，宰年猪了嘛。鸡的话还要养个两个月嘛，鸡的话是提前一天宰嘛，猪的话要提前一个多月宰嘛，这样子才能新鲜腊肉才香嘛。我们这边比较喜欢吃辣味啊，不怎么喜欢吃辣鸡，喜欢吃腊肉这方面的。辣鸡我这边不怎么流行，辣鸡不流行啊，辣味不好，好辣味好吃，喜欢就好啊，不喜欢就不好，这都正常的。我这边鸡多少钱一斤啊？
这边鸡贵，20多。到过年的时候，有时候卖的贵的话会卖30。正常的话，大公鸡的话，乡里的大公鸡的话，正常的价格是20多，20以上。跟你们乡下的话不是这样，跟你们乡下完全不一样，跟你们大城市完全不一样啊！你那边鸡肉好便宜，对不对？乡里的不一样的，家们。到没有卖，到晚点安排，到现在没有卖啊。我们这样子混合一起炒，混合一起炒哦。贵是不是？那肯定了，不一样的嘛。养了一年的鸡，养了一年的鸡，跟你养了2-3个月鸡，那肯定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养一头鸡的话，养一只鸡的话，养了一年嘛，你这样子散一下也不贵呀，对吧？饲料鸡的话，2-3个月就给你卖给你了嘛，那肯定卖的便宜嘛，那吃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嘛。所以别人说为什么说是土鸡土鸡的，土猪土猪，为什么价格不一样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就这样子炒，家们啊，就这样子炒啊，就这样子炒。你也是这样子炒是吧？土鸡一年的好吃，对，有时候就是很多，有看这个是看什么，看情况的，看情况，它有时候价格也会跌，有时候也会涨，是看情况。节日的时候就会卖的贵一点，不是节日的话呢，有时候很多人卖的话就便宜一点。反正土鸡的话，在我们当地的话最实惠的话呢，它也不低17-18，18以上，标准的来讲是20米左右啊。过年就更加了，过年就不得了了，什么都有，看行情来走了，对不对？看行情嘛。对，买不到正宗，那是因为少的话肯定买不到正宗的嘛，因为少的话更加贵了，多了就便宜了，这什么东西都一样的。我们乡下的大白菜卖的话都没有人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每家每户都有菜呀，对不对？有些地方比较少的话，哇塞，你别说20米，你30米、40米，人家都抢着要，所以要看行情呀，行情不一样嘛。过年那段时间的话，就是27-8、30米左右一斤啊，现在便宜一点。越稀有它越贵嘛。我这个水是山泉水吗？对，这个水是山泉水哦。后面的水是山泉水，家们啊，后面的水不要钱的。我蜂蜜没有了，蜂蜜今天在割，今天没有卖，今天还，明天没下雨的话，打算这两天要割蜜啊。前两天都没有卖蜂蜜，过几天再看吧。今天下午要割一点蜜，我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，反正也不确定啊。因为前两天下雨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割蜂蜜。这个是鸡蛋小西红柿，家们就这样子炒好吃呀。下次你们试一下，家们这样子炒很好吃的哟。西红柿炒鱼蛋这样子炒很好吃嘞。还有没有笋子？笋子2点钟去了。笋子2点钟安排啊，我们先炒菜啊。西红柿炒鸡蛋不存在什么黑暗料理啊，家们啊，你们好喜欢用那个词来形容啊，什么一会儿又黑暗料理了啊。那哪里黑暗料理嘛，就炒个鸡蛋西红柿，就是混合一炒嘛，我什么都没放，就放了点盐嘛，怎么就成黑暗料理了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们不要了，有时候读书读多了，老是要憋，老是要打一些成语，我都搞不懂是什么成语，你们说那个成语我都翻译不过来。你们好喜欢用成语啊，黑暗料理没有这个词啊，黑暗料理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好，这油还没有熟，等一下，油还没有熟啊。葱花要必须，待会我出锅前放点葱花就好了。没见过这么炒，今天你见到的呀，对不对？下次你们也可以试一下，分开炒也可以，一起炒也可以，可以分开炒啊。一般的话，他们比较喜欢分开炒，我都是混合炒，我觉得混合炒更加入味。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，家们，你们看一下好不好看，很入味的。
有香肠吗？没有啊，小黄车没有上的，目前没有哦。下雨什么？怎么办？下雨这水怎么办？回复一下，下雨这水就这样子的呀。雨水也是干净的。如果说你觉得下了很久的雨的话，就看我这边有个盖的，有个东西盖住在它们，可以盖住它啊。如果说不盖的话，下雨的话的雨停了的话，你这个雨水的话你可以不要，可以把它倒出来，让它再接嘛，重新再接新的嘛。不怎么下雨，如果说老是下雨的话，我要盖的。不怎么下雨的话，我晚上的话会要盖，会盖个一半，不然的话这个树叶呀，到时候吹风了，它就会有灰。炒菜的时候再把它打开，这样子这个水的话就很干净了，不要老是清洗它了，不然的话你要老是要冲洗，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些小树叶啊。这个还没有油啊，有油，这个怎么还没有油啊？请问明天不是不是安排水煮蛋？想炒什么就炒什么嘛，自家吃的菜又不是说你要自家吃的菜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，家们，你这样子天天想的脑子好晕的啦。你要想着说今天我吃什么，晚上我要吃什么，大后天我就吃什么，这样子你好恼火的。有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这样子生活就这样子的，简单一点啦，不要为这些小东西天天想的脑壳都想破了，对不对？明天没有吃的，我看到旁边有什么就炒什么，有辣椒就炒辣椒，是吧？很简单的嘛。实在没有什么炒的了，我就炒腊肉，对不对？反正腊肉又多，天天炒腊肉，又不是你炒给当官的吃，你还天天想着说我明天拿什么去招待他，我晚上拿他什么去招待别人，对不对？自己吃的嘛，自己招呼自己的嘛，这个很简单啦。没有菜了，只要有西红柿有鸡蛋，我就天天炒西红柿炒鸡蛋。反正我们胃口好，我们吃一样的菜不感觉腻人啊。我觉得吃什么都好吃。洋葱炒腊肉呀，不怎么喜欢吃洋葱，比较喜欢吃辣椒啊。一般我们炒腊肉是炒辣椒，有时候会炒点干货。生蜂蜜看见没有？没有蜂蜜啊，今天没有蜂蜜，这两天我都说下雨，没有蜂蜜，家们。今天下午开始不下雨了，明天也许有啊，明天也许有。有的话我早就上了，知道吧？没有葱了，没有葱，油我早就上了。没有葱，算了。好吃的，好吃。腊肉有没有？有腊肉在屋里面，腊肉在屋里面。炒个腊肉吃，炒。好，我们炒个腊肉吃啊！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，我们炒个腊肉吃，家们啊！感谢关注，哎呦，这头发都吹了，家们啊！哎呦。不要嫌弃，就炒做饭的不要嫌弃啊，就这样子的。味精不要放，不放味精啊，炒鸡蛋不要放味精啊，家们。炒鸡蛋放味精不好。来到屋里面去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炒腊肉。我要炒腊肉来了，炒腊肉，家们。炒这么多，哪没有炒这么多呀？没得几个菜。没炒到几个菜呀，看一下我家的炕。好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腊肉吧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乡下的熏的肉是什么样子的啊。也许你们看到好多地方熏腊肉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我们家熏腊肉。你看到没有家的熏腊肉没有？家们都是大空间熏的，不能关在小黑屋啊。虽然说关在小黑屋熏的肉的话干的比较快，但是不能关在小黑屋，腊肉一定要这样子熏啊，大空间熏，通风通气的地方去熏，这样子腊肉熏出来的话呢慢慢的熏干，这样子腊肉吃起来的话呢又健康又有营养啊。来，这个腊肉的话你们有多少朋友想要？今天都还没有上，有多少朋友想要腊肉的？你们想要腊肉的话你们扣波一把，我炒腊肉来了。你们想要腊肉的话，腊肉我给你们秒一波吧，
要的扣一，要的扣一啊！你们喜欢我给你们上一点那个，来，我先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肉熏的干不干，家们啊！我们家这个腊肉熏了两个多月，全部是用后面这些木头熏的啊。这个猪的话呢，都是乡里的土猪，养了一年我们才做腊肉的。腊肉的话呢，是用盐来腌制，用后面这些木头熏干啊。每一块熏的好干，我切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品质，大家不要着急掰，不要着急拍啊。我们日常价卖的是78的，等会上福利，先切开看一下好不好？看品质好不好，家们啊，看这肉熏的干不干？这一筐腊肉熏的特别干，你们要备年货的。等会我上活动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备年货了啊。这个腊肉是一层肥一层瘦，一层肥一层瘦，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，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。你们买到家，不管是小孩子，不管是老人家、孕妇，都是可以吃的啊。这个腊肉日常价是卖78块钱一斤的，但是我今天开播，你们来到我直播间，今天不要78啊，今天我们给大家秒68块钱一斤，给大家包邮。要是大家愿意给主播点个关注支持主播的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腊肉我也可以给你们来点体验价，想不想要体验价的？体验价今天腊肉的话呢，我也给大家上个100单的体验价啊。体验价不要78也不要68，你们只要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的，来我们家今天这腊肉炸一波体验价58块钱一斤，给你们包邮啊。来秒这个五花肉体验价上个100单，一次性上完，家们啊，今天我一次性上完了啊。来，体验价上好了，只有100单，一号车去拍。100单自己去拍，这个肉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啊。小黄车的一号链接直接去购买，一层肥一层瘦，一层肥一层瘦，都是乡里的土猪肉。这个猪肉是我们收购乡里的土猪用来做腊肉的。我们的村寨旁边有100多户村寨，每个村寨有100多户人家，200多户人家，每家每户都养猪啊。这个猪肉就是从山寨里面来的。大家买到就去尝一下，口感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腊肉只要你一切，你闻一下很香，因为它是土猪肉，油质又特别的好啊。只有11单了，停一下，只有11单啊，没有了。小黄车一号链接直接去拍，已经开价了，已经是活动价了啊，58一斤包邮，想要的自己去买。上次买了好吃的，要年货的可以去买年货，所见即所得，你们放心。现在大家从小黄车拍的腊肉都是这样子的品质。全部是这样子的品质，没有边角料，你们放心的去购买啊。像我这样子一块肉的话，它只有1.5斤左右，你们买1斤肉的话呢，就是一块肉的2/3，家们哦。这个腊肉的话呢，再说一下啊，它会有点咸，你们买到家的话，我们要过个水气，咸就不会咸啊。来，没有几单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几单了，没有几单了啊，没有几单了，都是这样子的腊肉，都是这样子。再给你们切个看一下啊，来这样子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猪脚还没有熏干，再看一下咯，都是这样子，家们，相信主，哎呀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我是相信再去拍，没有了，天天再抢完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抢完了，家们，抢完了啊，这个品质你们不会失望的。我们做腊肉不是今天才卖腊肉，这腊肉的话在抖音卖了4年了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带货口碑。来，我们再切一个，没有了，不秒了，咱不秒了，家们啊，不秒了，家们，没有体验价了，不秒了啊，我再切个小的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再切个看一下品质，来，再切个看一下。肉咸你要过水气咸，等会我教你们怎么炒。所有拍到我们家腊肉的朋友不要着急走开，我等会马上炒腊肉，我教你们怎么炒啊。已经回过好多次了，很好吃啊。好，拍了加急，你看看这个肉好不好，每一块都是一样的好看，没有，没有边角料啊。再上点没抢到，拍不了了，拍完了，家们，拍完体验价了，家们，哎呦，体验价上完了，上完了，上完了，还有一块，刚刚切2块啊，再上点备年货呀。没有拍到的话，刚刚点了关注的朋友，刚刚点了关注没有抢到的朋友，来，咱们公屏上扣波一，点了关注没有抢到的公屏上扣波一。我们家这个肉没有臭烟腥味，因为都是用好的木柴熏的，它不是杂火熏的，它没有臭烟腥味啊，它只有一股淡淡的烟熏木香味，因为这个肉是慢火烟熏的啊，烟味它肯定会有，但是它没有臭烟腥味，这个你们放心。来，刚刚来的没有抢到是吧，再来点体验价呀，那上不了这么多，家们，体验价我上了这么多了，今天腊肉真的上了这么多了啊，上了多的话我早就上了，上不了这么多了啊，没想到一上你们就全部抢完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没有拍到我们家体验价的话，我上不了这么多，我给你们再上个30单，只能再上个30单啊，我们自己凭手速去拍土猪腊肉啊，
体验价五十八，我们再上三十单，不再再上了。来，算好了，最后三十单体验价。再上三十单，一号车去拍。等会我马上教你们怎么炒，已经上了家门啊！你们喜欢继续拍三十单，三十单。说好了，最后三十单体验价。每一块都是一样的好，放心的去购买，每一条都是这样子的好。来，我们去炒菜。一块肉只有一斤多，你们放心，你们近距离看一下，每一条不都一样的，全部是精品的，你们放心的去购买啊。哇，香肠最后六单体验价，香肠秒完了，香肠今天秒完了，不再秒香肠了。吃腊肉刚刚没有秒，给你们秒一波腊肉，香肠不再秒了啊！怎么收藏呀？买到家放冰箱冷藏，哎，是我们家自己发的货，自己发的货啊，自己新的家们。如果说这个是工厂肉的话，我会经常卖排骨，我们家排骨不够卖的，排骨啊，这些猪脚那些啊。那等我说说，来，我们教你们现场炒一下，现场炒个腊肉。所见即所得，放心，所见即所得啊！想要我手上的，直接买小黄车的一号链接，就是这样子的肉，是我们自己发的货，不是没有工厂，哪有工厂？没有工厂，都是自家发的货，自家新自家卖的，工厂怎么会帮我们发货呀？自己卖，自己发。来，我们现场炒一个，现场炒一块肉啊！我家腊肉好吃是不是啊？肯定好吃了，不好吃我们会在抖音卖四年嘛，家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家的人气都是靠卖腊肉上来的，家们，都是靠卖腊肉回购的朋友，很多朋友都是买腊肉认识我的呀，所以我们人气才会越来越好。我们腊肉做好了，人气也会越来越好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说这个产品不好的话，人气会越来越好吗？肯定不会越来越好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炒一个啊！我现在要烧水，烧一下水，洗一下。这个肉的话是用传统配方烟熏的啊，然后会有点咸，等会我们要先要过一下水，去个咸味。腊肉的话呢，你们买到家，你们方便的话，你们可以烧下皮。如果说你们不方便烧的话，也可以不用烧啊。我们炒一块大的，炒一块小的呢？炒一块大一点的吧，炒块大一点的啊。我们家腊肉随便切那些小段小的拼起来的，我们的腊肉是从中间切一块肉，从中间切断，这样子拼给你。